早味同班小吃，甜到让人无法相信。刚刚雨柔有讲，它的米的总量啊是比一碗饭还低嘛，它就可以煮成一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它总热量是降低。真的很多人觉得天怒人怨。而且它还算是零钱小吃，你知道吗？铜板小吃，因为一碗只要20块。哇！